你们今天是什么退休的仪式是不是？其实要达成这样子的里程碑，真的蛮需要非常多人的支持。那我们要透过一步来感谢谁？谢谢我们的主席，在当初有很多极力的支持我，让我能够跟。这个感谢一切建立在不言中，回家给他们大大的拥抱就对了。好了，那热情掌声来，谢谢俊明，也恭喜他。来，让我们可以去场中休息。好。